前方500公尺右转就是叫 motel，这么急干嘛？会这么狗血吧？这个男人是三宝妹男朋友。如果你想跟我分手，你可以跟我说清楚。凭什么在我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就跟别的女人走在一起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不是，我把你当成什么？把你当成前女友还不够清楚吗？何况从电话里面说要分手，还不明白？是不是他在记忆没有跟你再确认一次啊？凭什么是你先说分手？凭什么？你把我小乔当什么？是你良心不好吗？够了！劈腿就算了，打女人不太对吧？谁啊？你滚了走吧！跟我认识的某人比起来，出拳速度还太慢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女人是拿来宠的，不是拿来打的。再怎么样也不该对一个女孩子动手。否则，你根本不配称为一个男人。你有种，有种在那边等我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可能等不了了。因为，我还要跟美女约会。你漂亮的前女友，先带走。有种，别跑了！